好了，跟着，不要说话了，第一步，先装料等。 将螺丝旋紧，下一步安装脚笼。 用这个销子插入这里面，好，安装完毕。下一步安装转子钉子。 将料斗旋转，将料斗倾斜旋转，将这个横杠插入料斗下面。好，开始安装转子钉。将转子的槽对准角笼的挂钩。 你从那个上面看。好，将法兰盘装进去，然后螺丝背紧就可以。 就可以了。装闭完后，然后让料斗倾斜下来，然后插入。 安全孔中，好，料斗安装完毕，再来安装输送管。
然后安装喷枪。谢谢。你问什么自己去哪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嗨，明天。安装气管。没两行就得干。气管位置在电机的后侧。在空压机的气包后侧。好，将气管另一头接入喷枪的气管尾部。好，喷枪系统完毕。